go。 相信熟知豪华轿车品牌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款车，那就是迈巴赫。迈巴赫是豪华汽车的代表性品牌之一。迈巴赫汽车到底有多么豪华？我们的马老师为什么钟爱迈巴赫？今天我们就来第一视角看看整个迈巴赫的极致奢华。首先，迈巴赫最为著名的当然就是它的乘坐体验了。坐在迈巴赫内，超强的隔音以及舒适的乘坐体验也让我们感觉到如同在草原上奔驰一样，心情瞬间就会变得轻松愉快了。而且迈巴赫的老板座椅也是设计的特别贴心，当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还有奔驰专门定制的无线耳机播放轻音乐，让我们如痴如醉。更为贴心的设计就是坐在后排老板座上可以直接调节副驾驶的位置，让我们的二郎腿也有地方可以安放。其次，像一些关于隐私的装备，比如遮光窗帘等等，都是一应俱全的。而且作为整体的迈巴赫商务舒适款来说，小桌板是必不可少的，在车内吃饭办公都是两不误的。说完了办公，车内娱乐设备也是必不可少的，车载电视和遥控器可以控制车内所有的设施设备，也可以为我们老板提供合理的娱乐安排以及新闻资讯的及时更新。要知道，对于老板来说，信息的捕捉是特别重要的。虽然这仅仅还是迈巴赫较为普通的 S600 版本就已经如此奢华了，不知道我们马老师那台定制的迈巴赫 6RS 是什么级别，肯定是更加奢华、更加舒适、更加安全了。